这里有没见过的眼？遠い遠い昔、世界の色が褪せ、星空が消える場所から最も離れた古い森の中を小さな旅人が歩いていた。旅人は画家だった。伝説の改正者を探し求める彼女はこれから不思議な旅に出る。その時の彼女はまだ知らなかった。定められし出会いがすでに彼女のそばまでやってきていることを。大家都不见了。似乎是在旅行的途中遭遇了某种意外，小画家现在只身一人。画笔、颜色，好像连一直随身携带的画笔和颜料都不见了踪影。嗯，去找吧。不知道是指走散的同伴，还是弄丢的画笔。小画家径直往陌生森林的深处走去。画笔在那边。找到了。你是？是住在这片森林里的人吗？你的颜色，当心！怪我はないだろうか、我が姫。骑士先生，请站到我的身后，我会立刻派出眼前的威胁。感觉有点画笔臣服于我。逃走了吗？小心，骑士先生。又有新的敌人出现了。已经没事了，我的公主。袭击我们的人都被击退了。你找到我了呢，骑士先生。当然，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你是怎么找到我的？通过这个。骑士单膝着地，轻柔地抬起一只手掌，掌中是几管绘画用的颜料。我的颜色，谢谢你帮我找回了他们。不值一提，请一定要好好保管这些颜料。当我们抵达永夜的小镇，找到绘事者留下的画时，他们一定能成为你的助力。我明白。其他人，他们没有和你在一起吗？很遗憾，夫人和御守并不在附近。你忘了提示从。是的，我确实想忘了那个不称职的家伙。别生气，骑士先生，侍从先生也没有恶意的。哦，你的盔甲好像破了。应该是在刚才的战斗中。哦，请不用在意，这点破损对我毫无影响。我来帮你修好吧。我的公主，颜料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不应该用在区区小事上。然而不待骑士进一步劝阻，小画家已经拿起画笔，在调色板上挤出蓝色的颜料。只见他用画笔蘸上颜料，在骑士破损的铠甲上涂抹描绘。不一会儿，损坏的部分竟然恢复如初，发出了锃亮如新的光芒。可是相对的，蓝色的颜料也被用掉了半管。好啦，骑士先生，又散发出漂亮的颜色了。哎，我都忘了，劝说对你是不管用的。不
过还是让我表达感谢吧，公主，我不会辜负你的这份期待。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得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然后找到其他伙伴。嗯，走吧。湛蓝的骑士低垂头部，将小画家载在宽阔的肩膀上，他们向着森林的更深处走去。感觉有了些，我们的颜色留在这里了呢。